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少，不要犹豫，动手啊！刘少，欺骗者就该死！刘少，杀了他！刘少。就可以将他重创，我付出代价，求死不得。我相信陆离，他从来没有背叛过我。就算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、耳朵，我都会信他。你不过是尸骨色里泽顺仙子留存的怨恨而已。不，你才不可信。刘少，刘少，陆离，没事吧？陆离，我拿到尸骨色了。我看到了，泽水仙子残留的灵力已消失，对我和济水族都已经没有杀伤力了，但他的疗愈功效应该还在。我刚刚好像看到了泽水仙子，是我把色送给他，不，不是我。刘少，刘少，你太累了，身上还有反噬之伤。现在你必须赶紧回去治疗，这里太危险了，刚刚被姐姐隔开，我不能护着你，你不能再受伤了。那个声音充满了恨意，我不想变成那样，我不想再要波澜壮阔了，我只想和你过一辈子。辈子可以陪你了。当赵文回溯到你掌心时，